这两天呢，我大概都在做一些大二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像是什么呢？我来想一下，active recall 一下。我从昨天我看了《贱人改衣》，然后还有很多的《贱人改衣》，我几乎昨天把《贱人改衣》全部的影片刷掉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然后第一次看。然后还有什么《反骨男孩》？对，我。不太相信我竟然会看这些东西，但是就看了一整天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在看蔡阿嘎，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蔡阿嘎影片，就不是说是，就不是说是学校播放或偶然看到，就是没有认真想要去看过。然后今天发现蔡阿嘎有一个谁来踢馆的一系列企划，相当有趣。然后并且这人该也是在他会去挑战各个不同台湾的一些游泳选手啊，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哦很有趣，然后就把它全部看完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是这两天在做一些新尝试，其实把新尝试换个角度想，就是在看 random YouTube video，然后 being really unproductive 啊，对，就看你要用怎么样子的角度去诠释同样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看一堆 random YouTube video 的这件事情，这样。好，那就。明天继续看吗？也不知道。好，拜拜。